对，好。Hello， 我们来到豪存说鸡排中医。哎，我们要看一下，就直接吃了，你看。好，拿起来。好，好，拍一张，拍一张。用心良苦，来这样看，哎，重量来了，你觉得有重吗？有重哈、哦，85块，在这个中心路哎，中心路好掉，广角一点 ，OK， 感觉应该不错哦，看见有鲜嫩的感觉啊、哦，会找勾，那、啊、就是把都、就是那个辣味的哈、哦，小辣，啊，那辣椒是怎样？辣，里面是辣了。什么？原本鸡排里面是辣了。哦，我要吃好几块嘛，好几块嘛。重量是有了，是前面比较厚而已啊、嗯，好像没有打的那种感觉。OK。嗯。嗯，是有汁啊，可是炸的不好看，背后看这样，背后炸的有点不太好，它是有韧。卖这个85是对得起它价钱，有韧啊，还有汁啊，哦，有汁哈、哦，吃饭不错吃的。他没有去打，就是原本的这样子而已。嗯，就是有第一次吃到有汁的鸡排，它皮不够脆。嗯。对，它皮太单薄了，没有脆啊。你看背后都没有薄到纹，然后至少有点油啊。它皮没有脆啊，是好吃啊，可是我喜欢酥脆的感觉。哦，它比较是能再脆一点会更好吃啊。哦，这个鸡排是合格的，是合格的，好吃的。就是我讲的皮不够脆，然后后面炸的油的，这样子缺点而已啊。OK 哈、哦，我要评分哦，我还是喜欢二排的。好啦，这算合格的。OK， 好，分享到这边，拜拜。